家好，我是阿莫，我现在在沙巴，今天带大家看一下那个潘西邦峰。之前很多粉丝问我在沙巴这边怎么上去那个潘西邦峰，很多人都不知道，这里的话是可以坐那个小火车上去的，只有2公里。坐这个小火车的话是好像是50000还是70000越南盾。坐小火车的地方离这个广场也很近，这里是那个沙巴广场，然后坐小火车就是在这栋黄色的这个酒店里面进去买票，然后缆车也是在这里买票，可以坐2公里的那个小火车上去，然后再坐缆车直接到山顶上，潘西邦顶上。现在带大家进去看一下怎么买票，然后我也会上去带大家体验一下。很多人在这里拍照留念，这里就是那个酒店门口，从这里进去，然后我们现在去买票。走吧。这个饭是150000是吧？是啊，就是好像是自助餐吧，在山顶上，不是在那个坐缆车那个地方吃。这里还有卖那个棒棒糖的。就是这里就是买票的地方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上面。这个就是除了老街省以外的其他地方的买票，是其他地方的游客买票是70000越南盾成人。小孩是50000，老街省人买票的话就是成人50000，然后就是小孩30000。坐那个小火车的话是50000越南盾。啊，会说中文就好了，50000。我知道一点。一点哈、啊。那个缆车，在潘西邦峰缆车呢？这个只是火车50000。对不起。不能拍摄。OK。他这里是不给录像的，所以就不录了。等下坐火车的时候再给你们说。这个是他们的那个票。然后一张卡片式的那个纸的卡片，然后这张白色的是那个小票，现在往这边去坐火车，坐那个小火车上去，然后再转坐那个缆车，总共是820000越南盾，折合人民币是240多。他这个哪一段是哪一段的票我也不清楚，我只知道他有3段的那个票，有一段是50000，一段70000，然后还有一段是70000。但是他只给我一张卡片，这个应该他不会收回去的，等下是刷卡或者什么的吧，应该是。哎，往哪里走了？哦，这边走，差点走错了。他这里的空间浪费了，这么大的地方都是空的。刚才买票的时候他那里是不给拍照，我觉得那里买票的应该没什么机密没什么的，为什么会不给拍照？他这里有点应该像地铁一样的那个刷卡什么的吧。今早在这里等那个车吧，应该是好多人在这里等啊。我们也在这里等吧。
十八。他这里还有按摩椅在这里，那个火车等下要从这里过来，要再上去。现在这些都是在这里等那个火车过来的。来了。准备上车。好多小孩子。那边下去的是从山顶上下来的。还没开门呢。开门了，准备上去。往这边走，可以拍照的。现在上到了这个小火车上面，准备出发了。座位不是很多，站着也不错，只有2公里的路程。还挺多人的，前面这里是那个操作台。准备出发了。哇！哇，出来了！好蓝的天呐！好多那个别墅啊，他们这里盖房子都喜欢盖成别墅的样式，在这个山腰上。从这个沙巴广场这里一直往上面开2公里路程，开到那个潘西邦的缆车站上面，可以坐缆车，然后在上面可以坐缆车到潘西邦峰上面去。潘西邦峰是越南最高的山峰，海拔是3143米。这些小朋友都跑到前面来看了。
2公里，马上就要到上面那里，然后再坐缆车上到潘西班山顶。这山上种的都是那个玉米，种了好多玉米在这里。哦，有一列下来了，旁边有一列下来。到了，你下去。师傅，快！你卷头走，别带电。哎，参观上不离高铁哦。参观上下了，现在跟着他们走去坐那个缆车。这里好多那个花。